我着火了。哎呀，有意思吗？瑞文带个屏障还好，就打我现在这种理解就是啥吧，带个强攻，然后带个凯旋，带个鞋子饼干，饼干使得我们可以带凯，可以带凯旋，然后带强攻可以使得我们能点坚一不倒，就是精力加体力系快速成型。别刷了，别刷了。然后难打的就屏障，好打的就点，就这个，就是讲究一个成型快一点。就只是想成型的快一点，跟上这个打架版本，然后出装也出便宜的，鞋子留着不升级，西兰刀炼金罐，反手再来一个金身，鞋子都可以不停的升，漂亮！乖乖，这波血压掉饼干，狠狠的锁住。这个思路我还在测试，适合打高段局，或者说不是高一点的局。我觉得分不高的局到了就会致命节奏，然后鞋子饼干，或者说你就你想线上打得爽，你就复读加复读之风也行。妈的，这给我闪现欺负 Q 过去 A 不到他，惹到了上头了，真不该想着动手，对面支援太快了，主要我这里 A 不到他，我真的很绝望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我必杀完他我还有机会逃的，
我闪电杀了，我真诸葛太亏了。而且主要就是西部 Q 一般来说是能 A 到的，但这波就是 A 不到。好暴击！这个 Q 是怎么 Q 到我的呀？我看着这个 Q 我都躲开了，我都准备好反杀了。啊！哇，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眼睛出问题了一样。我看着，我这刚好三十秒回放。啊，我直着走就跑开了，但我斜着走。坏了。哎呦，我现在这起身压的吃的够吧呀，我一天到晚的。哎，我现在真的我的起身压的太傻了，我昨天晚上我玩九总现在压不着起身。这里打大龙要被操作呀。没事，不会被操作了，他不配了，他怎么能把炸药包这样用掉啊？还好靠谱。又来了波尸体之神。打手边的呀，我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往回回一下头啊，我的人，我对着瑞文摁着欺负 Q。 哎，拿下拿下啊，退潮。